啊，是的。哦，这段时间就是这边场地，这边也比较热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所以我获得这个成绩也比较满意。他也跳得很好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运气好一点吧，我可能运气好一些，就是他也很好，他平时训练也特别不错，我觉得不错，然后能来到这种大型的运动会，然后能和更多的选手获得一起学习一起进步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非常温暖，然后对工作人员什么的非常热情，然后让我觉得非常受到照顾。我是在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训练系，然后竞体系运动训练专业，然后忘了问题了。他说就是在学校里学习的情况。学习的情况就是每学期会有正常的老师来我们这里上课，不是去正常的班级上课，然后跟普通的学生一样，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真是还是要努力，因为有的学业会比较难。中国的运动选手跳水的选手都非常比我更好一些，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，我没有准备太多在这方面。With team together.